我们看一下这个哈，就是到底 Google 账号的话，它的空间多大哈？一般来讲的话，如果你的一般的 Google 的信箱哈，包括它所有服务，总共是多大？15G，包含了我们讲的信箱、云端硬碟还有相簿，事实上它其他的也是的哈，就是反正整合在一起全部15G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的，当然你可以申请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然后怎么样？就是把空间分享出来跟那个第一个账号再做串联，这是 Google 允许的所谓的官方的方式增加空间。那第二种方式当然你可以选择付费，对不对？付费的方式也是可以。好，那原则上还不算太贵啦，像我是增加100G的空间，一个月大概是66块，换成台币的话大概66块，所以还算 OK。 好，那如果你您的单位那边可能已经是就是学校的单位的话，现在它只要是学校网域的话都、就是安内，这样很过分嘛，哈、哦，无限了、啊，所以你要用的话，应该就是使用上就像我就比较大胆的用，像我的上课的资料啦、录影片啦、啊，我就不客气，我就放上去啊。所以我在这边，另外这边的话，您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这边，你看我这边可以已经用了193而已嘛。好，如果你是一般的账号，他会告诉你剩多少，啊，现在没有，啊，他是问跟你讲你用多少而已，就是差在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空间的一个大小的问题。